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同大家介绍呢个疗剂嘅名咧，叫做 Lilium Tigranum 啊，叫 Tiger Lily， 我哋中文翻译就叫做虎皮百合。虎皮百合，好啦，咁呢个疗剂咧，我哋嘅通常应用嗰啲问题咧，系包括严重嘅啲散光嘅问题、情绪低落啦、心脏嘅问题啦、那个卵巢嘅毛病、子宫毛病、或者子宫下垂咁样嘅。嗱，喺我哋记载上咧，就有一个系关于嗰、那个呢只药嘅实，即系做个实验吓，即系嗰啲人试药嗰阵时候咧，出现嗰啲嘅嘅症状啦。好啦，咁呢个嘅实证个症状咧，包括呢几个啦。第一，开始感觉啲活动咧系加速咗嘅，增多咗嘅。咁好多嘢咧都进行得都几顺利啦。咁跟住第二咧就出现咧嗰、那个性方面嘅感应咧加强咗嘅。咁第三咧就系、是、有啲作门啦，甜甜地嘅作门下。但系咧就系冇去呕嘅倾向，咁食完咗嘢少少嘢啦，就觉得个人好饱好滞咁样嘅。咁第四咧，个人咧就系、是、情绪好唔好啦，好唔开心，个人温温顿顿啦。咁瞓觉嗰阵时候咧，就有出现嗰啲唔愉快嗰啲梦境嘅。第五啦，就发现咧有一种肿胀嗰种嘅感觉，咁最主要咧就喺嗰、那个横跨嗰个两般嘅髋关节，喺嗰个只子宫嗰个部位，咁仲有啲射痛啦，喺个头部同埋下腹由嗰、那个卵巢咧就系、是、射落嗰个大腿，咁子宫就夹得有啲压力感啦。
咁底骨咧亦都有啲痛，咁呢種痛咧係伸展到嗰個兩邊嘅髋關節嘅。咁最後咧，佢有一種好種野狂野嗰種感覺啦，加上自殺嘅念頭，咁嗰頭咧就好似有一種狂野嘅感停顿咗一阵间，跟住就增强啦。咁亦都出现嗰、那个有个好沉重嘅压力加落个身嗰度。咁黄昏比较差，同埋咧嗰个膝头骨又痛咁样。咁呢个症状咧，其实持续咗好耐，成十日嘅，一直都唔停嘅。咁最后咧就要用要将呢个嘅。嘅治療咧，呢、這個藥嘅實驗咧就要中斷佢嘅，因為佢好似一直持續落嚟嘅。好啦，咁呢個嘅虎皮百合啊，Lilium tigranum 或者係 tigranum 嚇，咁呢個咧係好多嘅關於經期嘅抽痛經期嘅抽痛嘅症狀。咁某程度上咧，同嗰個另外一隻療劑Cipia 好相似嘅，亦都可以話咧係嗰個墨魚汁嘅嗰個 backup 嚟嘅，個後備嚟嘅。咁但係個有兩個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虎皮百合咧，就個性慾性慾好強嘅，咁有加即係有嗰、那個下墜嗰個感覺啦。咁同埋咧，嗰種痛咧係好尖鋭嗰種刺痛喺度嘅。咁嗱，嗰、那個墨魚汁咧，通常咧個性慾咧就比較上係低嘅。咁仲有咧，虎皮百合咧喺有一個就係喺個經期嚟之前咧，個人咧就好非常非常之敏感嘅。好啦，虎皮百合咧亦都好似另外一隻療劑同療法嘅療劑Gentian Nitricum。即係硝酸銀，咁呢個療劑嘅人咧，通常咧就係好慌忙嘅啦，不停咁喐動啦，尤其是經期嚟之嗰陣時候咧，係特別出住呢啲咁樣嘅好慌忙嘅好忙忙碌碌嘅嗰種咁嘅症狀嘅。咁呢種嘅虎皮百合咧，嗰種經期嗰個抽痛咧。就係好尖鋭，好似刺痛嗰種咁樣嘅經痛、抽痛咁樣嘅。好啦，喺所謂關鍵嘅症狀裏面咧，我哋要記得咧，這個療劑嘅重心咧，那個虎皮百合嘅療劑咧，係通常咧係治療嗰啲子宮啦、心臟啦、神經系統咧。同埋咧，歇斯底里嘅嚇，咁歇斯底里嘅通常嗰種症狀咧，就係不斷咁慢移動性嘅反應好強嘅就係好慌慌忙忙但唔知點解咁仲有一個心嘅症狀咧，就係心臟有啲好似一種 fluttering 啊，種嗰種。跳动嗰种嘅感觉，咁加上有啲人晕，有啲昏迷嗰啲咁嘅感觉嘅。好啦，咁仲有一个症状喺虎皮百合里面咧，就出现我哋叫做系嗰啲游走性会飞行嗰种痛，系种射痛种抽实嘅痛，即系压紧嘅痛。咁呢种嘅痛咧。就游走性的了，射痛由心那个部位去到左边的乳房，由那个卵巢去到心，飞去心那里，由左边的乳房去到背脊，或者由一边的卵巢去第二边，这种这样的飞行性的这种这样的痛症。好了，咁虎皮百合咧，仲有一個症狀咧，就係嗰個交替性嘅精神嘅症狀同埋身體嘅症狀會交替，咁個人咧好不安啦，有時咧就會好暴躁嘅嚇，咁暴躁得嚟咧就安慰唔到嘅，啲朋友都冇辦法嚟到令佢平定嘅，咁有時咧同佢傾偈咧，佢覺得個人咧就好特別之敏感嘅。話呢個症狀咧，偏向於影響左邊部位嘅問題啦。咁喺個頭痛嘅症狀啦，就通常呢種頭痛咧，都係同嗰個子宮嘅反射有關。喺
空旷的地方就会头痛会差啲啦，同埋咧喺日落嗰时候会好啲啦。啊，咁有一种嗰种头个感觉咧，有一种嗰种狂野嗰种嘅感觉啦。咁中意食肉，中意食酸嘅食物，但系咧唔饮得咖啡。啊，有阵时啲食物咧都麻麻，未必中意嘅。好啦，瞓觉方面咧就瞓得唔好啦。咁有时有啲有啲思路啦，不断咁嚟到困扰，尤其是关于嗰啲宗教性嘅思想啦，咁成日喺沉迷呢啲嘅地方，咁有好多啲感觉吓，关于好多啲认为好多啲嘢都系唔啱嘅，好多嘢都唔有问题嘅，个人嘅都慌慌忙忙嗰种嘅嘢。好啦，心脏嗰方面嗰种症状咧，就包括咧个心脏咧嗰阵时咧，好似有一种收紧佢、揸紧佢呢种咁嘅感觉。心脏或者那个子宫都系有啲嘅，夜晚尤其是啦。咁心跳嘅不规则啊，咁仲有咧系嗰个右臂咧有种麻木吓，有种麻木感。咁仲有一个就嗰个我叫 tenesmus 即系话咧，即系嗰个大便咧就好想急。想去咁，但跟住咧种压力感，但咧就去得唔成功嘅吓，呢种嘅累即系累急内重呢种嘅情况。咁仲有就会出现嗰个外阴非常非常之痕啊，咁子宫卵巢咧系肿胀，咁就唔想喐，又惊住咧子宫会跌落嚟呢种咁样嘅感觉嘅啊。咁呢个就系嗰个麸皮百合呢个疗剂，咁主要都系啦，个情绪嘅低落啦，严重嘅散光啊，呢个身体严重嘅散光，心脏嘅卵巢啊、子宫等等嘅毛病，咁呢个可以话女性用嘅疗剂，好似那个蜜鱼汁，但系同蜜鱼汁唔同咧，就佢嘅性欲系比较强好多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